当然，猪哥你除外。猪哥，三千分的号过来，我都给你打。他死了。多掺杂平 A 啊，这种塞拉斯敢贴脸的时候，我先把歌关了。敢贴脸，我们先叠征服者，叠完征服者半血的时候 AQA 直接斩杀。这是艾欧尼亚的大师，一级单身。塞拉斯为打塞拉斯为什么不带征服者？这就是原因。叠上征服者，哪个塞拉斯打得过呢？你带电型啊！我先告诉你们一个点，给你们分析一下。带电型塞拉斯，电型是一套秒的，但塞拉斯主 W。他能一直回血，那你电型秒不掉，你 CD 又短，因为出的是穿甲。OK， 这个炮车没了。刚才啊，真的假的？闪现一刀，炮车没了。刚才让我解释这个问题的，能不能给我道个歉？直接收了，因为你出的是穿甲，所以你的 CD 肯定特别少。那你这时候一套秒不掉他的话，你的下一套技能啊，八秒钟，这时候你秒不了他，他的输出也很快，就疯狂输出，你肯定是打不死他的，能懂吗，各位？既然各位道歉这么诚恳，我原谅你们了。啊，都哥们儿，谁会记？就是兄弟不记隔夜仇。都哥们儿，怎么打剑魔？剑魔关注直播间嘛，这种属于是非主流。啊，一个上单英雄拿来打中，就没有一套很固定的打法。我只能说关注直播间，排到的时候边打边解说嘛。这种不像那种常规中单，就是你可以已经演练出一套攻势，这种属于是非主流，真不行。他回来追月了，无处可藏。螳螂再刷伤了，WRQA 直接收了啊！这时候一定要往塔外塔下走，还好留了个伏笔，炸弹果实没 A。这时候为什么啊？肯定有观众会问主播，为什么你会往对面塔下走了一下？因为他这一波出现在这里啊，怎么过去的？果实没炸掉，但是他已经在伤狼了。这时候他是用 E 过去的，然后他没 E 技能，我们 WR 起手走位进塔拉刀，有 QA 收下了。谢谢笨蛋金宝续费的守护，谢金宝续费的守护。说实话，像我们这种老男刀，
拉个刀扛个塔无所谓，毕竟伤害计算。对了，斩杀线就是如此。记住他们的一个 CD 时间啊，刚用技能清兵线，这时候他没有位移可以走，直接追着塔下 A 死，上路 miss。OK 啊，可太古好了 ，QI 升六是什么东西啊？突然升个六，我不理解。谢谢金宝续费的三个月骑士，我骸骨都撑都好了，各位，我细节拉满。这个升六毁了我所有的细节。谢谢笨蛋金宝送出的一个守护之盾。无处可藏。兄弟，他在里面。我从不妥协。不慌的，Q 跟着走。有的时候 Q 的时机就正正好好的，这波 Q 跟过去了他就该死了，先拿他去征服着。我怎么把 ID 给挡了呀？谢谢 Z 开通的守护，这个好像新来的啊，私信你一下。开了守护的可以有直播间粉钻，然后还有可以让主播拉你进微信群，然后可以有一个长达一个星期的四倍亲密度。说实话，像这么久四倍亲密度的好像是去年了吧，没记错的话。这个 ID 是不是凯隐的 ID 呀、啊、各位，这是一区的大师 AQA WR 瓜子，两个，一个 AQ 收下双生。蓝刀征服者就是可以做到这么无解，你们懂吗？电刑是一瞬间秒人，但征服者如果你用好了多掺杂平 A 叠起征服者，那瞬间的爆发和一打二的一个能力提升两个档次。欢迎新手。好的路线要好。
逃跑路线都很丝滑，说实话。各有千秋吧，啊，电刑就是一瞬间的爆发，看起来很飘逸。征服者呢，就是啊，持续输出会特别好，谁来谁死。投我大招啊！开扫描。我不想动了，我希望你也别动。还动，还动。格局小了，哎，他不动，我可能会放他一马。谢新手送的十张超粉卡。可以省个蛋，我不想见到这英雄了，好没意思。那怎么跟恐惧打嘛？那怎么玩嘛？速战速决吧！这波沈大把我命省出来了。沈大害人呐、啊！谢谢 UP 送的两组六十六，当白银打了。虽然这是一区大师啊，但是别搞。时间点得卡好啊！卡的什么时间点？先给我吃，谢谢。卡的什么时间点？螳螂的大招隐身出来的一瞬间，因为他隐身二段是不能连续释放的啊，放出一段之后，第二段需要有一个一秒钟的那个叫什么啊，空档期，缓冲，得有个一秒钟缓冲才可以放第二个。这时候我们卡着这个点，直接一个大招 QA， 两个人都有隐身的前提下，这种卡点是最好的。大招刮死 ，AW。救过去，不是很慌。我跑，哦，全是闪现啊！这波谁用了闪啊？我好像感觉很多个啊，好多人用闪啊。今晚是不是开守护也很多啊？这些开守护的观众啊，自觉把那个号发一下啊！你都没闪，装什么？我记得上一波末日是不是用闪啊？好像是老鼠，是老鼠。
先发号的可以打完这些直接就立刻上号。开了守护会往后会有一个星期的四倍亲密度，升牌子会很快啊，牌子越高福利越多。然后长达一个星期的四倍，还有一把叫绝局，山羊和老鼠。卧槽，好恶心啊！伤害是真不高，吓人是真吓人。什么？别挂了，哥。钱太多了，买一个这个。就以我们这个装备的生存能力，我感觉想死都死不掉了，除非我用脚玩。这装备杀个人就回血，没杀人用咳血回血，爆发太高用金身，人太多用翻墙。咳血两个，不慌 ，W， 秀。我以为我五杀了，各位，我细节拉满了。这塞拉斯凭什么炸成这样，还有这输出啊？我接受不了。刚才的画面我真以为五杀了。有多少个观众以为刚才那波我五杀了，扣个一我看一下。我觉得应该都是跟我这个想法一样吧。我靠，这五杀没有，讲道理。这英雄有点变态了。不要妨碍我。啊，不能是我没魔抗吧？但是没必要啊，奥文给个墙谢谢。出个魔抗吧，引魔刀应该很需要了，感觉。因为前面我以为他被我单杀，应该是炸穿了，现在居然又站起来。
奥恩的 E 技能，那个扔个球我们是可以翻墙的，转起来是我没想到。我感觉五杀了。下路一波，配合先锋吧，哥。下路啊，防御塔在干嘛？老鼠马上来了，我们有死亡之舞。放弃了。拿下这一把，我们的男刀真潇洒。这是艾欧尼亚的大师，100分。